啊194是要来瑞芳那一班刚好卡住，在13个后面嘛。对呀、啊，他刚好卡在后面。950全快走。对，直接奔轩逸航。刚刚那个人技术就是烂，不然你看到怎样？不是啊，他们真的很长的时间一条，知道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烦耶、欸！啊，他自己又不刹车，为什么越来越快？对，龙岩哦。对，那龙岩就，你要写禁止骑车了，他们就懒嘛，懒得绕路啊。哦，对啊。啊，那写啊。周一没办。402号，应该把这件原因了，输奥体。通勤超值已经是回家上班多久了？950全开车在瑞芳站停靠。那一943圈的是一三一的瑞芳八车就原因了数。那是积分，就要选那种。哥，你昨天都没有去赖总统在你们家，关我屁事！还有麦麦小市长，麦麦暖男子，哎、欸，真的刚上对你没有影响？那我没关系啊。啊，你搭捷运还是搭火车？那你吃羊肉，我都喜欢吃羊肉。我没有吃，还是你不喜欢羊肉？还好，还好。台湾冈山那么有名，你没有去吃过？真的。啊，昨天那个暖暖有没有够夸张？不该啊，要无言吗？对，他直接飞下去了，飞下去了，太厉害了！谁还不刹车，对不对？那个那边根本不能骑，好不好？真的哦。对啊，直接不能骑。他现在有你打扮。对啊，打扮跟我没关系啊。啊呜。不是啊，我说误点了，全部卡住啊！误点就误点，站了啊！误点就不要误点。然后19是最可的，19是最可的，会卡在后面，然后比较累。那什么要去看一下捷运站？一下都不看，一个一个回去。好，拜拜，感谢支持，再见吧。对，有半圈羊，已经有三个羊还不完全。